好，三年级的小朋友，我们现在来检讨上礼拜五5月28日的线上小考啊，小朋友的答题结果。那你们看到了，老师公布在我们三年级的英语学习网站上了。这个黄色的这一行都是正确答案，好，这是正确答案。那有被老师标成红色的，就是你错误的答案。好，那第一大题呢是单字，好，大部分的小朋友都没有什么问题哈，只有少数的小朋友呢，可能还不是很熟练。那请你呢多多加油哈。这个第一大题的单字，老师觉得是送分题哟，哈，你应该都会了哈。那请你不会的小朋友要订正2遍。好，那开第二大题开始呢，小朋友就会有点点，开始混淆了哈。对于那个句型哈，第二大题也是一样呢，题目是图片，然后要根据图片选出正确的句子。好，那第二大题好像也是比较没什么问题。因为大家都几乎都写对了，我们有小朋友考100分呢，哈。那因为它也是选择题，是点选的，所以如果你有错的小朋友，因为我看错的小朋友并不多，哈。那请你呢，赶快再看一次题目，那个老师的小考连结还在哦，你都可以再点进去，你就去5月28号的那一个线上课程的网站上的，然后也是下面那个，然后让你填那个小考跟签到的，你再点进去，那还留着，好，那还留着。那当然啦，你说老师可不可以重考？哎，你重考的话呢，是不算的啊，因为我已经公告答案了哈。好，那错最多的就是第三大题，因为第三大题呢，错这么多哈，其实老师想有几个原因啦哈。哎，第一个，你们对于那个打字，就是电脑打字呢，不是很熟练啊。不管你是打字在手机上，或者是电脑的键盘，可能还不是很熟练哈。所以呢，打字呢就会打错。所以小朋友，你们打完答案应该要再检查一下。好，那像是有一些是符号的，好，例如说那个 its 缩写，对不对？好。its 它有个缩写的那个符号，那个撇，那有小朋友也撇错哈、哦，那是上面，那你可能撇到下面的，所以这是关于这个电脑输入的问题哦。所以你看小朋友，我们现在线上课程啊，让你做这个线上的签到跟小考，还可以让你练习电脑打字的能力耶。好、哦，所以小朋友可以好好的学一下。那当然，你这次真的如果不小心打错，老师呢？这个还是请你再订正好了啦，哈，因为我怕你没有注意到，你本来就是打错了，哈，虽然你会，哦，但是你打错了嘛，那还是请你要订正。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空格，哦，该空格的没空格，哎，我这样子看得出来哦，虽然老师眼睛已经看到快眼花了哈，但是你该空格的没空格，该标点符号的没有标点符号，这个都是错的，好，这个都是错的。好，老师举个例子，像呢有个小朋友啊，哈。我第三大题其实只要你打一个单字，好，题目不是有一个底线吗？这个底线的空格，其实我只是要你打一个单字。那有小朋友我觉得他太认真了，他把整句话都打出来。问题是你把整句话打出来，你没有空格诶，你没有空格的话都粘在一起呀，哈。所以呢，小朋友，这个请你注意哈。那这位小朋友哈。老师希望你还是练习一次，请你还是订正一次，就是特别注意到空格的部分，好、哦，空格的部分，你要把它练习一次。然后分数上啊，你不要担心啦，哈、哦，老师知道你会，所以我就是酌量扣分，我没有每一题都给你扣，不然你会很惨。那你明明都全对啊，哈、哦，只是你打字的问题，哈、哦，空格没有空出来，好、哦，right，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订正哦，哈、哦，好，那再来就是。你看，有些小朋友是打一个字母错，一个字母错，这个整个单字都全错，好不好？
好，还有啊，有些单字是第一个字母要大写，有些是要小写。其实大部分的英语单字都是小写，对不对？那什么时候英语单字的第一个字母要大写？像是这个，有没有？像这个，Is he a student？这个 number 11，第11题，Is he a student？Is 是第一句子的第一个字，那它的第一个字母就要大写。那像这个小朋友没有大写就不行，好，算错。All right，好，还有这个，你看这个啊，number 13，第13题啊，第13题，Is she a teacher？Yes, she is。你看这个 she，它这个字母是第一个字母是大写，不行，好，这样子就算错了。All right，说老师怎么一个大小写就要错？哎，本来就是这样子哈，这才是正确的答案，就是要你写好，没有说差一个字母哈，就酌量给分啦哈。All right，好，那所以说有时候小朋友是错一个字母，所以有时候是不是你自己打字的时候要小心哈？嗯，好，那大概是这个样子。好，你看都是答案，只要打一个单字就好。还有啊，你看这个小朋友好可惜，你看他可能就是电脑打字输入问题哈，isn't，那这个要缩写撇，那他这个撇撇到下面去了，所以是错的。好，这样不行哦，所以还是要麻烦你订正。好，按照你那个电脑打字到底那个缩写撇到底是打键盘的哪个符号？哎，麻烦你研究一下。好，因为老师也不可能现场去教你哈，麻烦你研究一下哦。哈，电脑课也应该都学过了，好吗？好，那像这个，因为是只有一个格子，那就所以说你只能填一个字，好，你只能填一个字，好，你只能填一个字。所以你如果是写两个字算错，好，因为我会，老师会觉得说，虽然你知道意思，但是我不知道你到底懂不懂这个缩写 isn't 怎么写啊？好，所以你。该缩写就是要写缩写哈，好，哎呀，再来，我看看哦，大概就是，我觉得大概就是这样子哦，好，那这样子，那我上课哈，老师上课呢会再给你们加强，有些小朋友好像。还是搞不太清楚，会再给你们加强。那老师的上课前导有问你们啊，你们以后想要当什么职业呢？哦，那好棒哦，小朋友都有回答我哎，哈，非常好。那你们想不想知道同班同学以后长大了想要当什么职业的人呢？老师呢，会做个整理哦，再跟大家讲哈，看看哪一个职业呢是小朋友最想当的。All right。